且每一期都赚足了话题和获得了居高不下的热度，同时也让观众们看到一群为追求梦想而不懈努力和奋斗的男生们，为他们的精神点赞。而到现在为止，练习生们除了响应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的号召外，一直都是没有更薄的机会。不过今日终于迎来了范丞丞、陆定浩、韩沐伯等练习生更薄，是一波给粉丝们的巨大福利了。难得一次更薄机会的范丞丞，也是应粉丝们的要求献上自己的自拍。只见范丞丞侧着头，但还是露出俊俏的全脸，丝毫没看出长胖的痕迹，还比着剪刀手，十分的呆萌可爱。范丞丞除了感谢之类的话外，还表示自己都在改变。其实观众们应该在节目中都看到范丞丞的努力以及进步，且还被如此活泼开朗和呆萌个性的范丞丞圈粉，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看到范丞丞精彩的表演。小太阳陆定浩也更薄了，还是二次更薄。据悉，陆定浩第一次发了与练习生们三张自拍图，随后立马就删了，不过让手快的粉丝们截图了。而第二次陆定浩只是发了比心的帅气自拍和自己的感言，非常的走心了。陆定浩由三张图改成了一张，所以一共发了四张图。这个福利你们收到了吗？期待陆定浩在节目中的表演。大提琴家韩沐伯更薄，也是发布长文，满满的收获感受，且从文字上看还是一位非常乐观的男生。韩沐伯还晒出图片来证明自己的状态，但目前看是藏货的图片了。不过如何，希望韩沐伯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，一直来迎接接下来的比赛。今日是福利的时间，范丞丞、陆定浩、韩沐伯等练习生都更薄了，相信其他爱豆练习生更薄的也不远了，期待他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。谢谢收看。